因为我是做学艺术的嘛，那你就要以艺术的问题去思考。那这个问题思考，那我最早思考就是空间语言和视觉语言。比如说最早想到空间语言其实是雕塑，因为我们认为的雕塑就是高宽深三维的，不可逆的。那从原始雕塑到现代雕塑到极简雕塑到现在的这种现代艺术的这种装置，它可能是一直在雕塑语言逐渐往现发展，那它还在探索空间和视觉感知。那这种雕塑语言的三维的怎么能让它改变空间语言，但是还能有一种互动感，雕塑语言的空间变化和视觉感知的变化，那能用什么材料最好的承载我的思考。那后来发现纸是特别合适的，那这个就可能是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过往的穿起来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从小玩的就是这种玩具，那可能有很多其他玩具但我都抛弃了，只是纸玩具可能是我记忆最深刻的。那到了玩那个纸的工艺玩具，比如说像纸拉花啊、纸灯笼啊这些，我会迅速的把我想思考的问题通过儿童时期到成年时期的这种线迅速穿起来，后来发现它里头有我最能提取出问题来也最适合我表现现代自我的思考的材质和形式语言。因为这个作品呢，我第一感受就是它的自然的这种认知的平和性。我选了一些这样细的这些东西，就比如说石头啊、木头啊、砖头啊，就是选的大家习见的、习以为常的视觉认知的那种物品。因为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越是习以为常的物品，越是习见的、大家熟知的这些物品，当它发生任何一次转变的时候，对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我把一个大家既往认知的是木头的视觉认知、固有认知的东西，当它瞬间发生改变的时候，其实是改变了我们对某种事物的认知的一种习惯。我是上两个月吧，来了这个空间之后，突然发现这个空间跟我原来有一个叫就是用纸条做的空间装置，我觉得非常有关。因为它又很干净很完整，并且呢我那个作品呢其实就是用纸条做的嘛，那跟这个主题又特别切合，千叠嘛，纸塑千叠，这个切合其实是一种偶然，但是它看起来又是一种必然。因为我都用纸做这种作品，那这个空间的体量的呈现，其实我们原有的做作品呢更多比如说是一件单件孤立的作品放到一个空间里去，而我现在更想是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在这个空间冲出这个空间感觉它是一个负空间的作品。我为什么让大家更多的能进去的原因就是走入作品，那么就是一个包容和被包容，互为欣赏和被欣赏之间的一个多元的关系。